够像吧？还蛮像的。然你后这后里面，还可以做一个那个啊，给观那个客人看的，说多少价钱的，这个啊，这个不绿就色是就那是个啊。吗？对啊，哦，另外一面这样。弄个特价版，特价什么什么东西优惠之类的，有卖娃娃吗？可以盖各种娃娃出来。哦，难怪我在你家走路变得这么奇怪，我发光会一直抖啦。想起为来什么了，啊？就我发光会抖啊。那时候每次 UHC 发光的时候，就是走路会一直晃晃晃晃晃晃晃。好神秘哦！就我是按我是 Ctrl 按跑填，步啦，哎、欸，啊我所是以按是前还好。前呐、哦，啊。但前是，前就会卡住对，Ctrl 跑步就啊，不会。我按 Ctrl 它会抖一下抖一下抖一下。哎、欸，啊？你跟我相反啊！为什么会相反？前前还是顺的，诶、欸，哦，也会抖，也会抖一下，我也会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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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放洗衣板啊，洗衣板，我可以睡觉，他们要掉链接束了。终于可以做事了，终于可以做事了！来来来来来，杰克上有好弄了，宝贝球出来吗？什么宝贝球？有啊，他那嗯，有什么些你可以推荐？一些比较特殊没生怪钻的，就是用宝贝球抓回来的。不是啊，我是说雕刻放一个宝贝球在他家。哦，没有，做事去做事，做事做事。做事快，他拿建材了，他应该去做事。我们是10点半录影哦。啊，对，好，我等你希望屌他啊！能够赶快盖好，呵呵，我希望他可以但盖是，得好。耶，没发光了。他现在在盖房子，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开始盖围墙啊，开始盖栅栏围墙啊，哦，墙壁也开始盖了，可以可以可以，快点盖，快点盖。快点快点，我们最少今天要把市政厅也盖出来。我们有可可豆我有吗？啊，我回去拿给你。要不？快点。你为什么又把人家埋在墙里面呢、啊？这个人哦，一个就好吗？还是你有很多一个就好了，个？好像不行诶，箱子这第二颜色层，不好第二弄，我层，有没有想第到弄二个层，假第二箱子层。出来。对，不好弄，而且没对称。算了算了，算了，放弃，放弃。他可不可以盖快一点啊？这盖的人超慢。快点，快呀，点！本啊，不知道这谁本吗？还是。我怎么拿了这盖啊！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啊，觉得他应该来得及耶。你要去哪里？你不做事，你要去哪里？哦，拿材翘料啊，班，翘翘班，班。很像 3D 猎鹰机。罢工啊！有人在罢工啊！工人等级一，等级一啊！哦，这他还有他，哦，还有他能工职业等级哦。植物模型，那你想要什么？植物模型也可以。我来做植物模型，什么食物啊？热狗。好，我找看看热狗怎么做。
茶叶蛋也不茶叶蛋也太难了吧。这搞这个颜色大概是咖啡，速度变快了，等级升了，它等级一等速度变快了，它红色，有红色面包的颜色是橘色吗？就橘色看看，为什么不自己盖不是更快吗？不是啊，你要它这是游戏内的模组内的设定的建筑啊，我不知道它建筑的设定是长什么样子啊，所以一定要它盖啊。对啊，你盖歪它又拆掉，说这个东西我拆不掉。对啊，到时候又它又在那边歪歪。对啊，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嗯，对啊，丢经验瓶有用吗？应该没用吧，它是职业等级耶。这是他职业的等级啊。啊，卡住了，画面卡住了。哦，没事，好。我卡住了，换我卡住了。轮流卡住，哈基换你了。没要啦。画面卡住了，吃广告。嗯。有了有了，房子的内外观算是完成了，现在是盖屋顶。卡住啦！盖屋顶，盖屋顶，盖屋顶，盖屋顶。好了吗？没有。好了。对，他在盖屋顶，他在盖屋顶了。有了有了，可以可以可以，照这个速度，我们来得及四点半前，他可以盖得好。哎，你屋顶怎么盖这样？哇，它上面是要空的哦。哦，它是要盖二楼吗？这是要盖阁楼的意思吗？啊啊！嘿，龟。特效 OK， 再一层，有了有了有了，屋顶盖好一层了，外观不错，对啊，外观还不错看，哎，怎么了？这个像吗？好像不像，环境看懂是什么吗？等一下，我盖好了，哇，另外一种屋顶，哇、哦，这个屋顶好看哎、欸，哎、欸，哦，那个。哎、欸，看得出来，哎、欸、哎，对对对对。其实这屋顶好看呢、欸，这屋顶可以耶、欸。我真的觉得很勉强了、啊。勉强。也很难吧，因为我刚也想帮你雕个乐高。对啊，它是歪了。哦哦哦，没有。做。勉强勉强。我要可以模式改变。可以。等一下，这样子盖，它里面会不会生怪啊？这样里面会不会生怪啊？哦、好，对啊，这屋顶好看，好看。哼哼，这里面会生怪的感觉啊。嗯，生怪塔是正厅，怕。可以可以可以，盖好了盖好了，完成了吧？你完工了吗？你完工了吗？哎，工人等级二了，可以，还差火把26根，你火把还没装完。快去快去，快装火把！员工介意偷偷插火把吗？我觉得他等一下应该会插吧，只要不知道里面会不会装而已。外面有装火把，里面啊，他全部火把都还没放。啊，不对，干嘛？
放火把喽！我知道啊，那时候我也是在研究模式，太开心主义。嗯，嘿，这样。上面到底有没有放火把？哎，建造结束，盖好了，耶！终于盖好了，我花超久时间，最大时间都在整地了。对啊，终于盖好了。这不怎么没有打掉啊 ？OK， 好，那一条要填起来。这样，嗯，怎么上阁楼？他没有坐路啊，所以上不去。扳手怎么了？有人几瓶吗？没有啊。管什么颜色比较好？切西瓜。我想上去偷看一下，看有没有插火把。哦，有啦，他有插火把啦，有想到这一点哦。有啦，他有想到。所以这样插火把应该就是不会生怪了吧？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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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一点杀掉上一个就好了。好了，今天差不多了。终于，终于盖好了。酱油留下去一点。留下去。好，吸管什么颜色啊？我觉得像这个吸管。好了，今天我这边差不多了。好不玻璃可不可以跑？玻璃，玻璃。好，再开个五分钟。我玻璃可以掉啊。可以吗？可以。哦，可以耶。那玻璃是透明的，看不出来东西啊。你是用那个吗？一般的玻璃啊。不，你用这个。玻璃这个，那这也是一样，完全没东西吧？放上去就没东西啦，对吧？嘿，没试过了，感谢你测试。那我把它放回去，你可以带回去。有眼睛啊，眼睛就要这样子啊，要好吗？对。嗯，灰色玻璃，不用灰色混凝土就好了。往你家挖，不是不要地板那个啦。泥土里面来，要暂停。拜拜。
这样子可以吗？哎呦 ，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 你这风沙！哇，出来！出来！汉堡加可乐。这是，这有点难。这好难哦。你们都好高等，多抖就变高等了。主要其实最快就是每次都看台就其实就很快了。这么大一片，偷偷挖几个不会被发现，会啦。会，强迫症会。不过去小拇指去踢到就会发现。可以了啦，你这个电池盖得不错啊。这不是电池啦没有啦那不是电池好可爱、欸、牛你按 P 一哦对呢也可以放上去、哦、好小哦对呢我的熊猫咧怎么这么小哇真的好小哦好可爱好小哦你的小哈记嘞有的是一好可爱哦你的帽子可以放吗、啊、应该是不行的帽子太那个了啦看啊哦，你是要放那么小的哦？哦，那我身上放它 P， 太小了，你头歪了，头反。哎、欸，我看是不是喷两个给你？一个而已，他跳第一个出来而已。用那个扳手会不会扳呢、啊？那、啊、你怎么是？哎、欸，你可以倒的哎、欸，扳手可以把它弄倒的哎、欸。哇，那你要不要让你的糖啊？你说先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你在干嘛？跌倒了！我用虾皮买了你全部的东西，都花我爸妈的钱，我赚的零用钱的买的。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跌倒。感谢啊！好了，今天就开到这边了，等一下录音。这样子，这个能够慢慢放下面一点吗？这个应该没有放在上面呢。啊？哦、啊？可以同一个地方放很多物品，是不是？可以吗？哦、真的哎。你说 P 吗？哦 ，P 可以啊。对。哦。哦，不行，所以 P 就不能用那个了。哦，怎么放啊 ？P 啊，你的是不是有动过？哦，来，哼哼，来关台了，大家晚安了，啵啵啵啵啵啵，好。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后天台北场记得来看我。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 ATN 系列或是其他影片，帮我点个订阅。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喽拜喽，拜拜。